我要问居士哈，请教居士，就是说，他到目前啊，就是帮忙处理过往生的人超过1000位了。那他因为做好人，所以有好报吗？他的晚年是也是很好的吗？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了。不会讲出来原谅了。你要听实话还是假话？当然听实话。因为你做的是殡葬业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就是要替你收拾这个后事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你后事做的好是你的本分，是收拾后事处理的不好是你的不尽责任了。对。所以说那个哈，倒并不是他今天有好报的原因，他另外有好报的。那因为那是你的工作，对对，那是你的本分，那应该做。我的本分，对，那是我的本分，对不对哈？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的本分。但所以说我是因为哈，你是有走阴的才对。祖荫听懂了吗？祖先的庇荫的，这样子讲的就比较。还有呢，你的咒人呢、有个特点，你不管是从事黑道。对不起，从事对不起，对，你从事阴火行业的哈，你是非常的热忱。怎么说？热忱，你是一个平常人。对。做兄弟也是一个很热情的兄弟。对，不敢这样。对啊，你看，真的是非常热忱的。对，这个热忱呢，是这就可以达到一切，可以征服一切。是。真的吗？对。我一个家宝，我绝对不交给一个冷酷的那种面孔的人呐。对不对？在这里，我相信见到你啊，是真的有三分的这好的亲切感呐、有了有了，应该认识他，真的有。所以说你的，所以说你今天哈、那个有点成就，是等等的哈，是，就和你这个个性是什么个性呢？热忱的个性有关。热情的个性不是热情，热诚啦，热诚啦，热诚，真的是热诚。当个想到讲，你啊，这个啥兄弟做个善啊，结果你要开花店，是恁大替你开的，对吧？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，一个很，伊未甲你苦坑叫你留落来吗？那时候真的是很懒，每天过那一种。刀口舔血的日子也不是刀口舔血，然后好像我说没有明天，没有明天，我明天要干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我明天要干什么。那明天找个台啊？不是的，不会归港台啦。不会打台啊。就是过着那种没有明天，我今天晚上回去睡觉，我明天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就望着天花板看，我明天还没重演。你不是都想收保护费？想啊，你是想，保护也不可能每天收啊，就是那种心态，就是很凄，没有目标，对，然后归刚刚那，那游魂呐，对，吃喝啦，然后吃喝大家都很热闹，在一起，我就爱规定，就老累的，当你回家一个人的时候，落寞，对，就是啊，明天又要干什么，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大讲，那时候有啊，多万。今天无想要搁做兄弟啊！嘿啊！你再甲看，因为真假的。我今天我够烂，够烂。他就忽然问我想说要做什么，我说啊，之前在蔡宗吉那边做殡葬业嘛，我即马伊也倒啊，规样无啊，我想开花店。我就开花店，你干嘛要插花？你开花店，我。我当然要插鼻子，我应该嘛是要插花。对啊，我请人家师傅来哦，开一间花店，就比较基本，因为兄弟叔所以上花买花人真多嘛。他说让我想两天呢、然后就他说隔天没有两天，隔一天他就跟我讲说，啊，无大珠宝店哦，头前互你做啦，我搬来后壁安尼啦，就在吉林路上嘛。恁大家己退去后壁，你对头前哦。对啊。店面会点卖店面嘛？我啊，主播点卖店面啦，因为我这边呢，我在后边就，我在做实习去，啊，头前我你开，好用啊你，好用，我你免房租，免房租，那啊，欠钱，就是白开加工，啊，偌济钱，啊，他支持你开花店，对，啊，多少就是白好你，多少钱？你开那花店？我就去买一台中古的花台车啦。然后一台那种中古的冰箱呢、那种冰箱冰柜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好像拿了5-60万给我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一路走。他那时候也在观察你，对，
最开最尾开另外九月初。你这个是半夜要去花市批花吗？对，早上五点多，五点多就去批花。那我就说老大啊，你要去要求行李啊，嗯嗯嗯嗯，你也工地有得走啊，那我这样子才能维持整个店嘛，对对 对，我也不好意思说店你给我，那我不付房租这也不行嘛，嗯，哎，他看我就是看我说，哎，好像过了一阵子，好像说，哎，当归经理刚刚有认真，有认真在做，然后几间店拢下低啦，头前会点啦。啊，不要弄兄弟啊，老丁弄兄弟啊，嗯，就有气质的兄弟。对，那我以前就是穿着蜜钢的裤，弄前头就是圆圆的，那个时候变成穿一条短裤内衣，因为我刮灰、擦灰、改灰、爱经历灰，那都用的很脏很脏，很多兄弟、很多朋友来看，哎，你这很不干嘞，我做事的不干，我就很快乐的回答他，哎，那时候觉得心里会有点快乐，踏实，对。我做虚的，不是吗？嗯，哎，我躲在高铁老店里老边，整间都是兄弟啊。嗯，你知道那时候真的很好，所以你也会弄下弟弟妹，很好笑，对吧？真的，我不会骗你，刚开始都是下弟弟妹啊，那旁弟弟妹弟也会等小出来小破了。不是，他们都会送，比如告别式，会送花来的啊，帮我去争取一些生意回来做。真那时候真的是，他们看我很有用心在做。嗯，那老大姐说，他也很做哦，当归。老大哦，看到就，迄个安慰啊吼，感觉足好个。你安尼哦，跳出来吼，大个真祝福你。嗯，他跟我讲讲，这老大黄如意，那是我们是那个台湾省第一次枪械走私最多的那一个黄如意。嗯，哦，所以你要标那个标起敬意的对。他自己自己爱来是，因为他现在也是常跟我在一起，他有时候也常跟我联络，都是用关心的角度来。嗯，他觉得也是很开心，他跟我讲说，虽然多是起码阿个老社会哦，不过你做些敬东东，敬东做好诶，啊你爱一直勉励我，你要。做你的扛棒菩提心哦，你要发挥你真正的那一个精神出来去帮助人啊！你的扛棒我做菩提心哦，对对，花房哦，对。啊，大家别来别会无给胡说，又没算。我觉得方明馆比较像花店，对啊。那菩提心怎么来的？